用心待。偏待。大龄。大龄。后气儿。基本手法步法的应用。这大龄要这么转，这么拿着大龄不行。这姿势你甭要了啊，转大龄必须要这么转。为什么练这鹰爪力是让你转圈如卷饼，转大龄转转啊？直门怎么办呢？直门不是这么样啊，这是不对的。直门是这样，后劲有两种拿法，一种是反着，反蹬，反蹬后气儿；一种是正面，正拿后气儿。反八大铃，这叫反八大铃。反爬大铃，两一撂跤，给个手，看，这么走，啊，这么走，啊，啊，一圆一柔，我要是使别的，使踹也好。啊，都同样是低手，他也算是低手了。我这儿拿着，我这么走，这个啊，看着不远的，你这不远跟这儿，必须得跟这儿呢。啊，我这一我往里一别你，你往里一合，在这儿呢。啊，要快了呢。看，左对右是上一步，他这个前脚跟他的脚差一拳，这才能赢人呢啊！你要是上步就不对了啊！你要这么走就不对了，这别的就扔这儿来了。右的右呢是这样，这也是一拳，看啊，整个是败部，你这要抢着地手了，你这一碰我这一打，你这就要够，我这是哎，这打这是一拳啊，这是一拳，他这个腿背部背这还是一拳，你看，你这样就不行，你这样就不行，你看，你这样，哎，你这样也不行。这样也不行，你看他愣了，必须是这儿一拳，这脚跟这儿，这是一拳啊，到这一撵，你看这只啊，臀着腰进去还不能，嗯啊，thank you.
谁？谁？谁？thank you.
前腿别对方，根据不同手部法的盖步，倒胳膊别，让胳膊别，反夹脖别，搂，挂打，别子，别子的动作特点：长腰变脸，紧底手裹上手，前腿别对方同名小腿胫骨，置对方倒于体前。根据不同手部法的变换，名称各异，变换繁多。别子的步法：盖步，蹦步，拉步，三点步，别子的动作变化：大拿别，胳膊别，直门小袖别，直门中心带别，中心带小袖别，偏门中心带别，双带别，夹脖反夹脖别，胳膊别，小叉小袖别，反挂直门别，
连手别。双舵门别。分手拉腰别。